为什么是选择呢？娟子，你告诉我，小小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海涛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听不明白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刚一走，韩子辉就和叶小小好上了。这不可能，子辉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他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。最好的兄弟，你别逗了，海涛，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。难道你这次回来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你只是自己不愿意相信罢了。小小现在在哪儿？你说呢？小小好了，因为我也爱他。你下来，咱俩出去。你想怎么着？下来。抢救的时候，去世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时候你又在哪儿？小小，你别跟我说话。你以为你写几封信就能抵消之前的一切吗？我妈抢救的钱是子辉头破血流送来的，我妈去世的时候也是子辉送的钟。我想不开了，自杀是子辉拼了命了把我救上来。这些时候你都在哪儿啊？我以为我的心早就死了，是子辉让我有了希望。我觉得子辉是值得依靠的，而你不是。
后悔的。海涛，韩子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没有你这个兄弟。海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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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喊他，你让他走。被风轻轻吹荡，人群